贝尔媒体将与加拿大广播公司申请独立转播权，这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情况不同。当时是由贝尔媒体和罗扎士媒体组成的加拿大媒体财团转播冬奥会，该媒体财团也将于明年夏季负责转播伦敦奥运会。罗扎士媒体昨天宣布，该公司在检讨了财务状况之后，决定不参加2014和2016年奥运会转播权的竞标。国际奥委会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加拿大媒体转播权的竞标程序。